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研究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上一次呢，我们已经介绍到这个第八页“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这个自利这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从这个利他，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那至于上礼拜那个讲义有一段还没讲完，我后来想到呢，就干脆呢。就在今天的这个下面第九页那边，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边呢，我们再去讲，啊，就也可以连着上来哦。所以先看到课本的这个第八页，啊，这个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这三句话，啊，这三句经文。那么书文呢，啊，虚华法师呢，先跟我们讲，此界就是娑婆世界。苦世界，净土归于净土，那个净土就是极乐世界安养国土，啊，那个乐国土，所以一个苦，一个乐，一个用世界，一个用国土，啊，实际上呢，国土就是世界。然后呢，他在超文，就像今天的讲义，请参考今天7月6号的讲义，他分两段去讲这个苦跟乐的对比啊。把娑婆跟极乐世界先从八苦相对的去讲，然后呢，再用十苦相对的去讲。啊，那这个八苦这边，你看到娑婆世界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啊，只是呢，它多加一些字，啊，生呢，好比呢，是在母胎里面啊，在。监狱里面一样啊，胎狱；老的话呢，就是老态龙钟，啊，这个，我们可能，我们大部分同修现在都还没有感受到那么老的苦哈，啊，大概90几岁的人就会感受到，这个像，这个，简居士跟我们讲他父亲，然后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岳母啊，那甚至呢，净空老和尚啊，最近1、2年。啊，那个老的样子也出来了，哦，所以的的确确呢，老呢是很麻烦一件事情哦，哇，但是呢，我们虽然不喜欢，好像也不得不接受，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哦。那病更是了，病呢就大概呢，我们从年轻的时候，甚至小孩子的时候，啊，到现在多多少少都还是受到这个病的痛啊。那么那个字念"呃"啊，病受痛呃啊。然后呢，死呢，死悲分散，啊，就是这个生离死别嘛，大家就会很悲哀这样子。吼，那活的人、死的人难过啊，活的人也难过啊。那爱别离啊，爱则欲合偏离，怨则欲逃偏欲啊，这两个相对的。啊，各方面呢，求不得啊，欲得偏失，他各用一个欲，想要。但是偏偏呢，都不合我们的意。喜欢的人想要在一起，哎，没办法；讨厌的人不想要跟他在一起，偏偏就是要遇到。啊，想要得到，得不到还会失去。那五蕴炽盛，相对的极乐世界，你看就没有胎生老病死这些八苦，莲花化身不需要再母胎啊，寒暑不迁就是呢。这个以前老和尚讲了，年年18，这现在应该说年年20啊。这个再来呢，生离分段就没有这种分段苦，分段生死苦。然后呢，寿命无量啊。那没有爱别离，因为没有这种家亲眷属的关系，大家都是道友，莲友啊，没有这种家亲眷属的关系。那既然是莲友呢，都是以法相会。都是在法上面，没有那种情执，啊，不需要被这种情执给牵扯，啊，所以是这样的看法。否则呢，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呢，一般世俗人看，你们极乐世界没有父母妻子，去那边是孤儿哦，不是啊，莲花化身，没有父母的关系就可以化身了哦。再来这个怨憎会呢？啊，在一起的不是冤家，而是诸上善人。
那求不得呢？所欲自至，到那里什么都有，自然而足，还需要求什么呢？啊，你看那七宝地啊，莲花化身啊，然后各方面都是七宝，那有什么好求的呢？啊，最后五蕴炽盛呢，有这种智慧，能够看到一切皆空，啊，所以这个是八苦相对的呢，极乐世界有这八方面的乐。那另外这个十个呢，是慈云忏主。慈云善主帮我们整理出来的啊，纯粹呢都是从佛法的角度去看。你看老娑婆世界是碰不到佛，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常在啊，无量寿佛也是无量寿啊。然后呢娑婆世界常常没有机会听到学习佛法，极乐世界呢啊，我们之前说过了啊，洗个澡也放音乐给你听，也要你学法，吹个风在树下乘凉。也放那个法音给你听，啊，没有一时一刻不让你闻法的哦。然后呢，娑婆世界呢是恶有禅，就是都是这一些会让你生烦恼、造恶业的，啊，甚至呢会杀盗淫妄的，啊，在了极乐世界呢，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然后呢，你真的在娑婆世界想要修行了，业障来了，魔考来了，魔恼来了，群魔恼。啊，这群魔很多种解释，很多种魔，然后，但极乐世界没有魔事，啊，在娑婆世界要不断的受轮回，啊，在极乐世界不再轮回，一生不处，一去呢就云阵三不退，一生不处，啊，在娑婆世界造了恶业就会堕恶道，啊，而且堕恶道的几率呢蛮高的，因为我们烦恼重，啊，恶业呢强。所以常常呢，啊，头出头没，人家说呢，出来三恶道呢，像这个呼口气而已，大部分时间都在水底下，啊，都在三恶道里面，啊，所以堕恶道的几率很高。在极乐世界呢，没有三恶道。再来，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个尘缘障道，就是五欲六尘各方面都会让你呢失去道心，失去菩提心。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通通都会让我们那种烦恼起现行，那个道心损减。极乐世界刚说了啊，七宝树、吹微风等等，通通都是在帮助你修行，圣缘助道啊。然后乃至呢，你如果配合前面的恶有禅跟圣贤慧这两个来看，前面恶有禅、圣贤慧是从正报。有情众生的干扰，现在这个尘缘障道、圣缘助道是从物质环境、依报环境去说，啊，一个正报，一个依报，啊，两方面，啊，一个都是障道，一个都是助道，啊，啊，另外寿命，啊，寿命短促，啊，最多让你活一百零几岁，人家就说你人瑞，啊，不过再想一想，我们之前也算过，就算让你活一百岁。请问你真正修行的时间几年？扣掉没有学佛之前的啊，末学算学佛的早，十七八岁开始学佛，在座可能也有的三四十才进来的，啊，那你看你一百岁扣掉三四十，只剩下六七十，啊，然后呢睡觉，啊，以前一天睡八小时三分之一，现在少一点，一天六小时四分之一，好吧？全部一生算起来都让你是四分之一睡觉，扣掉二十五年，就算你二十岁入道开始学佛，啊，扣掉二十年，再扣掉四分之一睡觉时间，二十五年，扣掉四十五年，其他的吃饭、吃喝拉撒睡这些俗事，一天里面占掉你多少时间？啊，这样算很麻烦了，倒过来算。以你现在一天学佛几小时？你说没有，我礼拜六、礼拜天来这边上课哦，哦，从早上上到晚上，哦，三九小时呢，哦，一堂课都三小时，九小时，啊，好吧，算你很用功啊。可是你一个礼拜只有这一个礼拜六才九小时，其他的一天如果有三小时，不错了，哦。当然也有很用功的了，我们是平均来说，啊，三小时
请问三小时一天是八多少？八分之一耶。剩前面扣掉了四十五年，不要算那么多好，扣掉四十年，六十年，六十年乘以八分之一，等于六十除以八，啊，七八五十六，哦，大概呢，八年，算多一点。你活了一百年，一百岁，真正修行的时间八年。我们在家人的算法，我没有算出家人的算法。所以你各位想想，以我们目前这样子的修行时间，让你活到一百岁，而且我们刚刚那个算法是你活到八九十以后还都可以好好修行哦。如果你到了九十几，你以为还可以像现在这样礼拜六来上九小时吗？所以活一百岁能够有一生能够有真正修行是八年，你以为我们能修到什么位置？更何况一百岁有几个？最近好多莲友，我碰到好几个莲友都是六十出头，哎，64、65，有的才60出头，就因为癌症。那你想想看，六十乘以这个扣掉那一些，一生剩下来到底有几年是真正修行的时间？你说那这一生比较差了，业力比较差，所以这一生修行比较少，我来生继续。你以为来生就会比这一生更用功吗？来生的环境，就学佛的环境，就一定会比这一生更好吗？你来生还会有佛陀教育基金会吗？让你上这么多课吗？我不知道呢。你说又不是只有你们佛陀教育基金，我们还有法鼓山，我们还有佛光山 OK 了，都 OK 齁，都还会有这些道场，没问题。问题是真的会像你这一生这么好的环境，学佛的环境这么好，学习到这么多的大圣佛法吗？这一点要想一想哦。第九点，在娑婆世界修行退失，刚刚讲的那个八年啊，十年，你还可以不断的维持一定的功夫，算不错的，算是你真的有用到功的。走三步退两步，还有算进一步，不错的。如果是进一步退三步呢？哦，想一想看啊。哦，可是到了极乐世界，一去就可以入证定居。哦，最后一个，在娑婆世界成劫难成，在极乐世界一生行满。所以以上这种对比目的在哪里？增加各位的信愿，增加各位的信愿。好，这个就是第一段书文的解释啊，此界跟净土的对比。回到看课本的文字后，现在来去解释经文，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他的解释，这个摄呢是摄持，然后呢是接的意思啊，然后大势至菩萨如何来摄持接引念佛人呢？生前就是我们念佛人，然后生前菩萨以威力加持，让我们不退正念。我们临终的时候，菩萨以愿力接引，让我们得以往生。那归呢，就是归还啊，从娑婆世界回到极乐世界。娑婆世界只是像旅馆啊、旅亭，极乐世界彼土才是家乡。犹如有人因事远游，未得归还。然后呢，现在碰到亲友，就是呢大势至菩萨指示道路，速回家乡也。哦，所以能摄的人是大势至菩萨，所摄的就是属于念佛行人。所以这个摄智呢，双通能所，有能摄的大势智，有所摄的念佛人。然后归于净土也是一样，能归于净土的是我们念佛行人，所归的是极乐世界净土，所以这个归也有兼能所啊。哦，这个书文
这一段呢不难懂，请看参考讲义。啊，摄念佛人这个摄，他刚说的就是摄持乃至接引的意思。啊，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好几个角度去看，摄呢也是摄受、摄取，除了摄持之外，还有摄受，还有摄取。因此我们连带会想到菩萨的四摄法，布施、爱与同事利行。菩萨用这四摄法目的在哪里？也是要摄取众生，让众生能够呢学佛修行，乃至了生脱死成佛。所以呢，关于菩萨的四摄法，这种摄受众生、摄取众生，千万有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不是呢为了要拉信徒，讲白一点，不是拉信徒。菩萨摄受众生是这边以慈悲心、能舍心。为什么叫能舍心？因为你第一个四摄法你要布施，布施你要能舍。还有摄受众生不是归于，不是属于自己的徒弟，你必须是用平等心，那种慈悲的舍心啊、哦，那才是真正的摄受。所以为什么要强调慈悲心、能舍心，然后再来随其利人，看看我们自己的财力、能力各方面的这种能力，随缘尽分的以财以法来饶益众生。目的在哪里？让你摄受的这些众生能够离于贫穷，乃至得一切乐事，然后拔苦要从恶见、邪见拔掉，才能够拔苦。所以前面是与乐，后面是拔苦。但是拔苦你要拔掉他的恶见、邪见，还要教他修善法，要教他修正法，这才叫做摄取之。菩萨的四摄法目的在这边，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布施离贫穷啊，乃至能得一切乐。爱与同事力行都是为了要让他修善法、修正法。所以这是一般的菩萨道去解释这个四摄法，这个摄受摄持。现在呢，大势至菩萨一定都能做到上面一般的那种菩萨四摄法，只是呢，续法法师特别从净土的角度去解释。啊，大势至菩萨特别用他的威神力加持我们念佛行人，在念佛这边的正念、净念，让我们呢能够功夫不退，一直保持到临终的时候，啊。更以愿力接引往生西方。你说接引往生西方不是阿弥陀佛吗？他跟在阿弥陀佛旁边，他的愿力一定跟阿弥陀佛一样，跟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愿，一定要接引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因为到了极乐世界，众生就可以就近离苦得乐，成就无上菩提。这就是为什么大势至菩萨在讲他自己如何修念佛圆通章的时候，特别还强调摄受念佛人归于净土。所以我们把书文的内容呢多讲一点，让大家呢多了解一点啊。然后他刚说了这个归于净土，就是呢从娑婆世界的旅舍赶快回家，速回家乡啊。这个从事项上做譬喻，譬喻说的。现在请看这个讲义哦，它的抄文里面呢有这段话。续法法师在书抄的抄文里面写：事相是从此界娑婆世界归彼界极乐世界，见弥陀佛就住在极乐世界。这是事相上去说的，理上面说呢是返不觉还本觉，从不觉的迷回到本觉的悟。啊，这是理上说的，见自性，居为心，啊，这个见自性中间那个把它改逗点，才跟那个见弥陀居极乐相对，啊，疏忽掉了，忘记了，吼，没有注意到，啊，前面是见弥陀四相，现在是理上见自性，前面四相居极乐，这边是理上居为心净土，哦。
然后呢，他后面就假设一个问答，也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这种回到真如本觉自信啊，这是什么一回事？万法唯心，既然万法唯心，何以见彼此土有苦乐？还说强调娑婆世界苦，极乐世界乐。然后众生呢，啊，有来有去，佛也有来接引众生呢，从这边去那边，就有来去啦。那不就是跟那个唯心没有来去就相违背了吗？哦，他回答：苦啊，土有苦乐，那个是心有净垢相，有垢净相，是自心有这种相，才会呢产生呢有净土、有乐土、有苦土这样子。哦，众生有来有去，就是代表我们的心性有迷有悟，如是垢净迷悟，总不离乎法界，没有离开法界，所以才会说心外无法。啊，还是没有离开一心，没有离开法界，是因为我们心有迷悟，心有执着，有垢净，所以才会有这种净土乐土有来有去的现象。所以他就引用《楞伽经》的这一段经文来证明：若一切皆心，世间何处住？何因见大地？众生有去来？这就问话的人。如果一切都是唯心，那哪里有世间？哪里还有那种大地？哪里还有众生的来来去去呢？跟上面的问题差不多。那么佛的回答呢，就是下面这个偈颂：如鸟游虚空，随分别而去，无依亦无住，如履地而行，众生亦如是，随于妄分别，游履于自心，如鸟在虚空。也就是说，小字先不看，他的偈颂就这样两行啊：如鸟游虚空，随分别而去，啊，无依亦无住。鸟在虚空飞来飞去呢，它们想飞哪里就去飞哪里，随着分别心在空中这样飞来飞去，对他们而言，在空中飞就跟在大地上面走来走去是一样的。以此类推，众生啊，一般的众生跟鸟也一样，所以内心的那种妄分别心啊，也是走来走去，造业来造业去，三界六道这样游来游去的。哦，实际上也没有离开自心，就好像前面那个鸟在虚空当中飞来飞去，也没离开那个虚空。所以这个是偈颂里面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众生跑来跑去，造业之后受果报，从这一道到那一道，还是没离开这自心。所以小字里面就解释前面那个譬喻的鸟是众生，啊，虚空就是譬喻自心，鸟的分别就是它心事，啊，分别心心事，为从自心空中而后现众生鸟，彼众生鸟还于自心空中，随分别事去来游旅也，啊，为自心空虽无依止住处，啊，看起来呢就是呢。没有来去，一切都是空，但是呢，能令众生鸟如履平地，是有依住也。但我们因为有分别心，总感觉呢，我们有住，有依，而且来来去去，啊，来这边就依着教室住在教室，回家就依着家住在家，都是随着分别心在那边。依呀、啊，住啊，来呀、啊，去呀、啊。所以众生也一样，随于妄分别，游旅于自心，就如鸟在空中。所以用这个来回答，来相对譬喻前面他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苦土乐苦啊？有娑婆，有极乐，是因为我们有分别心，分别心里面就有净有垢的差别，造的业有净业有染业，
所以呢，就会造成呢，这个感得的土呢，有净土，有苦土。那实际上，净业染业就是你心的迷雾啊，迷的造的就是染业，雾的造的就是净业。所以这个它就是回答前面那个理跟事的问题，啊，那下面这一段是姜蔚龙居士《金刚经》讲义，哦，他直接写的更白话：须知弥陀来接而出，未尝来也。往生希望我们众生呢、啊，往生西方，而亦未尝去也。从理上来说，佛没有来，众生没有去，无来无去。然虽未尝来去，亦何妨现来现去？为什么呢？何以故？不来不去者，离体也；有来有去者，事相也。但是重要的就是下面这句话：理是从来不二，性相必须圆融。为什么用个必须？也就是说，你要看清楚事跟理、性跟相，从来都是圆融不二的。是我们有分别心才把它打成两边，所以用个必须，必须要圆融。前面用个从来就本来，理事性相本来就是不二的，是我们把它打成两边自己分别，所以变成有二。现在你必须要圆融，把性相把事理圆融啊，所以尽管不来不去，这是理上说的，但事相上不爱有来有去。尽管事相上有来有去，其实理上还是不来不去。所以最近要紧的就是来去的事相，要在不来不去的理上体认。你要认清楚这个事相，必须要在那个理体上面去认清楚它。认清楚它什么？本来就是不来不去，本来就是无来无去，一切皆空。然后下面这一句，不来不去那个理，即在来去的事相上做出。怎么样去显那个理？就在念佛往生，真的有念佛有往生这样子的来去事相上，把它做出来，表显出来。此是念佛求生之要诀。你想想看，为什么默学一直强调念佛法门、净土法门是中道入手，就是在这里啊。姜蔚龙居士这两段话不讲得这么清楚吗？你念佛就是在这个中道理上面入手啊。你的理啊，要在事相上做出来，你的事相要在理上去好好的体认，为什么它是中道，为什么它是毕竟空。所以得此要诀，决定往生，且决定见佛。谁说？俗谓就是谁说？谁说修净土无需学般若，而且还怀疑学般若就会妨害净土呢？代表都没学通。所以姜蔚龙居士把这一段写得非常的白话，我们一看啊，应该会体会蛮多的。所以从这一个溯回家乡啊，这个事上理上，续发法师的解释，再看到姜蔚龙居士的这一段话，我们就了解原来啊，这个是这个讲的是这个啊，否则的话有人说没有啦，是你们修净土的认为极乐世界是家乡啦，我们认为说不世界就是家乡，当下就是家乡，哪需要来来去去啊、哦、那这话呢就是没搞懂净土祖师大德的用意啊、哦、所以才会否定这样子，有来去就是落入事相，一定要无来 无去的事相才是离体。你又偏一边了啊，又偏一边了。好，好，回到课本第八页最后一行，
然后呢，他接着就开始解释，念佛人，这个念佛是方法，念佛法也有五个法门。那既然能够归于净土，那当然就回到净土，然后就看到佛，所以见无土佛。哦，他把它省简，本来应该是见无土，见五佛，啊，那都是五，就把一个五省略，啊，那为什么是用五呢？请参考讲义第一页最后一行，就是因为他要配合贤首五教，啊，你翻到课本的第五页，那边不就有说了，他把它归纳成五种念佛吗？他用清凉大师的那个啊，这个意想原想境界念佛门，色境唯心念佛门，心境无碍念佛门，心境具米念佛门，重重无尽念佛门，他把念佛门就分成这五个。因此呢，你透过这五种念佛门回到净土，就见到五尊佛啊。这时候呢，你参考这个讲义第二页，今天讲义第二页，墨学就把课本的第八页最后一行到第九页这边呢，就把它用个表，这样我们一看就很清楚。啊，最上面一列呢，就是念佛法门，意想外境念佛法门，色境归心念佛法门，乃至心境互融念佛，心境双泯念佛，圆通无尽念佛。哦，所以呢，你就会真的成功的话，你就会升到什么样的净土呢？变化土、劣受用土、甚受用土、法性土、法界无障碍土。所见的佛呢，是变化生佛、劣受用生佛、甚受用生佛、法性生佛、法界无障碍生佛。其实它就是配合贤首五教去讲的消时中顿圆。否则这些佛哪有分这么多种佛呢？完全是从贤首五教的教理把它变化出来的文字。所以请参考讲义下面这一段，贤首五教仪本身，你说贤首五教仪是谁编的啊？就是虚法法师编的，哦，就是虚法法师编的。所以因此他很喜欢用这样子的用词，哦，所以在贤首五教仪里面呢，他就把它写清楚啊，一呢是讲医报。如果你造的呢是恶业，啊，那你呢医报呢就是三恶道。你所处的环境呢就是黑夜变化土，因为你造的是恶业，黑夜，所以你感受的医报呢就是黑夜的变化土。如果你修的是人天阿修罗。白夜善道善业，所以呢你就会升到人天阿修罗的白夜变化土。所以他连这个都把它写出来，这个两个都属于变化土啊，到二圣也是变化土。所以你对照上面那个表，到这里都属于小教变化土。不过呢，对应于前面是黑夜是白夜都是染夜，现在二圣呢起码是净的敬业，但是这是小教，所以呢，这个佛土只是变化土，再下来死教、宗教，这个是大圣的，所以用的是受用土。受用土其实呢，我们比较习惯听的就是报土，啊，报土。但是呢，在唯识里面用的就是呢，自受用身、他受用身，哦。所以这边呢，他就把它都用受用土，死教是劣受用土，宗教呢是甚受用土。啊，哦，可是到了顿教，为什么是法性土？因为呢，你看他的方法，心境双泯，两边距离，两边都舍。你宗教还有心还有境，只是心境互融而已。所以毕竟还是属于。有相的，到了顿教呢，它是两边俱舍，啊，所以呢，它就是法性土。法性土，到了圆教，那不是只有法性土，啊，是
圆融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土。哦，所以他是配合五教这样去说的，哦，所以这个就是如来的五土，他把那个佛土呢分成五土。相对应的呢，这个正报，那也就是一样的，有，你说应该有五身，啊，结果呢，他呢，他只有用变化身，他说四身，啊，为什么呢？你看了后，正报是三途二业变化身，三道是善业变化身，二圣是净变化身，始教是劣受用身，宗教圣受用身，顿教法性身，圆教无障碍身，如来四身。你说为什么变成四身？刚刚土是无土，为什么如来变四身？你注意看，二业变化身，善业变化身，他可能会用佛的角度，佛的身份吗？不一定呢，他不一定用佛的身份呢，他只要能够接引六道众生，种种变化都可以，所以他才这边呢，他就没有去讲是佛身，不一定要如来身，他的理解是这样，啊，所以他的用词你要注意看，哦，所以他前面这个，哎，恶业善业。变化身不一定是如来身，但是二圣的净变化身，啊，那就是如来身。所以从这边开始算，啊，哦，劣受用身、圣受用身都属于受用身，啊，哦，然后再来法性身、无障碍身，所以他把劣受用身、圣受用身那个受用身劣跟圣合成一个，只算一个，所以。四身就是变化身、受用身、法性身、无障碍法界身，所以它的用词有别于天台宗的，啊，你要了解它的用词是这样用，啊，天台宗没这么复杂，天台宗很简单的，就法报化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就这样三身而已，哪里还分成四身五土？哦，太复杂了。不过他就是为了要配合五教，是为了要配合五教，所以有这样子的一种分别，啊，所以这一段文字配合那个表，你再看回课本的第八页最后一行到第九页，你就知道说原来有分这么多。那为什么要分这么多？就是呢，看你用什么观念，用什么教理去念的佛。然后呢，你就会升到什么样的净土，见到什么样子的佛。或许有人问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分这么多土这么多佛吗？如果从善导大师的四帖书来说，我们一开始就是读观经四帖书，没有，纯粹就是阿弥陀佛的报土，就是阿弥陀佛的报土，只有同一个报土，所以才会强调五圣齐入报土。那善导大师的这个观点为什么这样强调？就是不管你是之前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你是修什么样的法门，你是什么样的程度的众生，你去到那边圆证三不退，通通都是修的是一佛圣的菩萨，所以你所见到的都是报身报土。或许你在娑婆世界修的不同的法门，不同的知见，但是你一到极乐世界，大家都会回到一佛身，跟《妙法莲华经》讲的一样。所以是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五圣齐入报土。所以从天台的角度有藏通别圆四教，从华严显首有这样的五教，啊，好像很复杂，那是因为配合他们的教理这样说的，所以我们了解之后就好了。其实呢，全部都属于呢圆教，你也可以这样看，哦，好，以上这个是念佛生到哪一土见到什么佛，就到这边，啊，把它做交代了。
看到课本的第九页第三行，关于念佛人，刚刚讲的是念佛方法啊，念然后升到什么土去，现在人念佛要能够到净土，他说仁者基也，要具有净土的根基，具闻思修三妙慧故，这两句话连起来。三妙慧就是闻思修慧三慧，被信愿行三资粮故，使名念佛人也。所以要具有闻思修三慧、信愿行三资粮，才叫做念佛人。大势至菩萨所摄受、所接引的是这样子的念佛人归于净土，所以他要特别去注解，原因就在这边。那信愿行三资粮，我们比较知道，常常都讲这个。那为什么念佛人要具足三妙慧？从净土的角度去解释闻思修三慧不一样的哦，怎么个不一样？请参考今天的讲义哦。莲池大师就给我们写得很清楚，这是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疏钞。你看他上面写了啊，闻说佛名是为闻慧，执受在怀是为思慧，持守不忘是为修慧。这是说重点。下面才是详细的解释。闻说佛名为什么是闻慧呢？你看哦，他说为什么说闻说佛名就是有闻慧呢？阿弥陀佛说有无量功德，而此功德非闻不知，非说不闻。你没有学习过，你不知道；没有法师讲解，你不知道，你不会，你没有听到过。故云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了。或闻经论之所宣扬，或闻知识之所开示。你看经论来的，或者是你听法师开示来的，都一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是之谓闻。这样叫做闻。那为什么叫做有闻慧呢？闻即是慧。为什么呢？对木石说，这种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功德，对木头、石头说，他听不懂，他不会听，顽不闻故。对愚人说，闻不采参，参采不会接受，听不进去，不会接受，如同不闻，跟那个木头石头说一样。他听了能够接受，听得懂能够接受，叫做闻慧。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听了听得懂，还愿意接受，就叫做有闻慧。再来。为什么是思慧呢？他先解释什么叫做思，入乎耳，存乎心。听了之后要放在心里面去，谛审谛观，是何法门，是何义理。这个法门讲的是什么？里面讲的道理是什么？你要去思维过，要去考量过。谛审谛观，那个谛就是很仔细审查观察，要去想过。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这个法门讲的是什么？里面是什么道理？那为什么说这样子叫做有慧呢？思即是慧，情处虽闻不解思故。你念给那一个狗，有人说狗有灵性，猫有灵性，鸟也有灵性，你对它讲，对着它念阿弥陀佛，一直念一直念，它或许知道这个声音有很特殊的含义。但是呢，你跟他念着《阿弥陀经》，来来来，我给你开示啊！极乐世界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多少功德？我不相信那一只鹦鹉、那一只猫、那只狗能够听得懂。你说没有？我们家的狗特别聪明，或许啦，或许呢，千千万万只里面有这么一只哈，真的对你讲一大篇的，就像我们这样子哦，在讲解，他听得懂啊。但是我在想，一般都听不懂吧？所以这边就写的“情处虽闻，不解思故；以此类推，愚人虽闻，入耳出口，不亦想故。”大师用词非常的客气。我们如果把它讲白话一点，听了看了，
这一些净土的教理之后，从来也知道你在讲什么，从来也没有好好的去想为什么要修这个法门啊，它是什么道理，听了好像没有听一样。他说这个叫做愚人，跟那个畜生听到一样，他不解思故，类似，那就是没有思慧。哦，所以听了之后，哎，还要可以想一想，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它，怎么样去修它，接着修慧，既深思之，一力行之。真的透过思维之后下去力行，叫做修。那为什么叫做修慧呢？修即是慧。狂人虽思，亦必经一神，不实见故。想半天啊，思考半天啊，没有拿来实践，那就没有修慧。他用的譬喻是狂人。哦，也就是说，听懂了，也想懂了，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必要修，没有好修，没有什么好修的。哦，哎，狂人，那就没有修慧。哦，要真的实践，那才叫做有修又有修慧。哦，那么他就假设一个问答：这三慧有什么证据啊？来说呢，修念佛的人要具有这三慧。佛地论云：菩萨履三妙慧，净土往还。所以解释呢，就是因为有闻思修三慧，得入净土，所以代表念佛必有三慧。所以他的三慧的解释是这样，并不是一般我们讲的啊，修学一般的佛法，了解一般的经论啊，不是这样讲而已哦，而是要特别配合念佛法门啊。然后三知良心愿行，大家都比较知道了啊，比较清楚了。啊，所以这个下面回到课本啊，这个第九页的第五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问色行五逆十恶，你造了五逆十恶这些恶业哦，但是呢有具足呢三资粮，也具足三慧，可不可以往生彼土？他的回答：虽有诸过，于彼佛土有信行愿，亦名为气，也是法气。只是呢，因为你过去造这些恶业，现在你改了修行的功夫，要看有浅有深。哦，或许你呢前头造的五逆十恶太重了，所以现在呢你虽然改了，有可能只是下辈，有可能只是下三品。他说像三辈九品里面啊，这样子呢临终才改悔的，那有可能就是下辈乃至下下品生。但是呢重点强调，就算有这些恶业，你具足三资粮三慧，也叫做修净土的法器，亦名为器。这个这一点呢也看到参考讲义，莲池大师也讲到这一点，在阿弥陀经书钞里面也讲。哦，所以这个三资粮信愿行三资粮，他就举例此山如顶三足。哦，像一个顶的三只脚，或具五，或具一缺二，或具二缺一，皆不可也，一定要三个都有。哦，所以这三个缺一个都不行。啊，用譬喻来说，莲池大师更用譬喻，譬之五谷啊，就是一些种稻草，那个稻米啊，稻米的种植啊，其无信者，不信几种是谷，也不信栽培此种定得成谷。你不相信，这真的能够种出稻米吗？啊，这样种就能够生出稻米？这就是呢没有信。好了，接下来相信这个是可以种出稻米，但是呢没有愿，虽知家种，无心求谷者也，不想种，我不需要那个米啊。啊，再来有愿而无行的，你很希望能够得到那个
稻米真的能够由那个种那个果实出来啊，旺得谷，但是你没有去做耕弄这个动作，没有去做种植培养的这种动作，不是耕弄，那就是没有行。所以具无或者是互缺一样，这三个动作都要有。你要相信他，你要真的想要得到这个稻米，然后呢，你就真的下去做做种植、浇水的动作等等的，这时候最后才会生出稻米出来。哦，所以以上你就可以知道，此三者皆累劣破落之气，不堪承受甘露法味，故名非气。什么意思？无信、无愿、无行，这三个都叫做累劣破落之气。为什么？有破洞。就好比那个器皿有破洞，再好的甘露法味倒进去都会漏光光，不堪承受，所以不是净土的法器。倒过来说，世人虽行众善，于彼佛土无信行愿，那也不是法器，一名非器。虽有诸过，于彼佛土有信行愿，一名为器。修净土的法器用什么做判断？具足信愿行三资粮，用这样子来判断是不是法器。哦，所以如果我们劝自己也好，劝亲朋好友也好，要抓住这个重点，要让他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来接引，相信自己愿意求往生一定可以往生，一定要有信心，再来一定要愿意去，真的愿意去，然后有信有愿之后一定要念佛。哦，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念。哦，所以藕益大师才会写得很清楚啊，在要解里面写得很清楚，信愿与否决定能不能够往生，功夫的浅深高低只是决定你品位的高下而已啊。哦，信愿之有无是决定你能不能往生，啊，品位高下才决定在你念佛的功夫。哦，所以呢，如果有些呢比较没有信心，说哎，我功夫做歹，我念佛念不好呢，阿弥陀唔知会来未？你来讲，哎，一定会来。哦，你吊车尾嘛，一个爱去，哦，免烦恼，阿弥陀佛一定给你接引呢，你唔当烦恼，你不要没有信心。啊，一定可以去，啊，只是呢，你用功一点，功夫好一点，啊，那更有把握，啊，品位更高，啊，好，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回答课本，啊，他问完这个之后呢，他问，念几时佛能得见佛升方，升到极乐世界去，要念多久，才能够呢见佛往生？答：随机不定，或进行时，或90日，或77、17，或10日、1日，或10念，或1念，但能称名，必得见佛。况有弥陀本愿，四智摄受，其有念佛不生方也。哦，所以念多久不一定。为什么要列举出来这些？就是根据的经文不一样。请参考讲义第二页最后一行，进行词就是一生进行受，这一生从你发愿开始念佛求往生开始，一直到寿命终了的时候，根据的就是大本经，就是无量寿经，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呢是续发法师用来解释呢，一向专念就是从念佛开始念到临终一生，啊，然后呢，90日是波州三昧经跟文殊般若经。波州三昧经90日，常行常立，一心系佛，一心系念，三昧中得见阿弥陀佛。这个是波州三昧，
啊，三昧经里面讲的修的是般若三昧，文殊般若经也是九十日中端坐西向专念于佛即成三昧，这两本经讲九十天，在这九十天里面，如果你用功对了，得三昧了就能见佛，所以他根据的是这一种这两本经。七七日呢，根据的是大集经，专念佛七七日现身见佛。一七当然是弥陀经、观经、十六观经，啊，若一日到若七日，这是阿弥陀经、观经；十日那是阿弥陀古音王经，念十天，受持佛号十日十夜，除舍善乱，必得见佛。还有大本就无量寿经啊，忘记划线了。大本无量寿经，一心常念，十昼夜不绝。哦，那也是讲十天，一天无量寿经也讲到这个，一心信念于我，虽止一昼夜不绝，必生我刹。哦，十念就是观经，下品下生，九品往生的下品下生，其人苦迫不遑念佛，十生成佛，即得往生。一念又回到无量寿经，一念念于彼佛，啊，一念的净念，一念念于彼佛也可以往生。所以这些呢，都是不同的经文的依据。重点在哪里？重点还是在于能不能够具足信愿行三资粮。尤其我们临终的时候，所以这边要特别强调，这些功夫到临终的时候，能不能够把握住最后的关头？所以常常有人在问说，某某某某这个莲友哦，那他到底这样子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呢？啊，有人就举很多瑞相、好相，啊，哦，那念到呢，整个呢变年轻了，很老，九十几岁哦，但是没有皱纹呢，哦，然后呢，整个身体很柔软呢，啊之类的这样子，哦，说呢这样应该有往生，我说这些只能够证明哦。往生以后去到好地方，你说那好地方是哪里？哦，那就不一定了。哦，我有天眼通，我才能知道他去哪里。天界也有可能呢，乃至呢天龙八部里面的这些啊都有可能呢。哦啊，人道也有可能呢。啊，有的人善终啊，平常念佛，结果呢，哎，隔天早上来看，睡梦中往生。也不知道他临终有没有念佛，哦，所以你不确定他临终能不能够保持正念，就不能够确定他是不是一定往生。所以我们夫妻两个，我跟我们同修在讨论，到目前为止，到底有哪一个我们看过的，有哪一个啊？我的确还没看过，但是我听过一个啊，董伯伯在那时候在如来素食那边有一个退休的老兵董伯伯。他临终的时候真的是保持正念，还在念佛，只是念到最后没力气念了，嘴巴动着动着这样子，这样子走掉的。啊，其他的呢，要么就是在昏睡当中，啊，就没有说真的到临终还保持正念的。啊，你说那如果靠旁边的亲友帮他助念呢？啊，尤其是老公老阿嬷。哦，往生的，然后呢？平常说他不信佛也没有不信佛，说他信念阿弥陀佛呢，平常也没怎么念，但是呢，这个做子女的帮他念念念念念念八个小时，念十二个小时，哦，那个好像瑞相出来呢，这样他有没有往生呢？啊，哦，我问我说我不敢回答耶，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往生呢。我不敢确定他一定有往生，也不敢确定他一定没有往生，我只能这样说，因为他有好相，啊，起码他没有不好的相，但是他有没有保持临终正念？听你们这样描述，他没有啊，啊，所以这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标准，我们自己的功夫也一样，是不是能够维持到临终？还是能够保持这个正念，即使我们的功夫就算很差，啊，旁边来助念的，或者是你自己没有人来助念，你自己在旁边，只有同修一个人陪在你旁边，啊，即使功夫很差，
念着念着呢，快要昏倒了，快要昏睡了啊！但是你还勉强撑住，你一直坚持住，一直相信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我相信这样子呢，还是会比较有希望的。最好是念着念着呢，突然阿弥陀佛现前，最后一刻才现前。功夫好一点，几天前阿弥陀佛就来给你预知时至，说您准备准备，啊，什么时候要来接你？哦，那功夫更好。如果是像那些净土宗的祖师大德，几个月前就已经去跟这一些莲友告假，那个功夫都不低啊。我们如果能够呢，几天前一两个礼拜前，阿弥陀佛就先来告知，哦，那就算不错的啊，哦，算不错的。刚刚讲的到临终最后一刹那，撑着撑着硬撑的时候，诸人佛现前，那也不错了。哦，终于佛现前了啊！不过要这个，如果这个时候呢，无论如何，你为了要增长隔这个旁边的这些亲朋好友或者道友，你要讲话。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增加他们的信心。你看他供没出来边喏，阿弥陀佛的加持之下，一定可以。真的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你无论如何，你要让亲朋好友增长信心，说我见佛了，啊，佛来接引我了，啊，我走了，你们好好念佛。这样旁边的人。助念的人哇，信心大涨，是吗？多好，对不对？临终还用这一招度一些众生，不是更好？哦，你说啊，你都怕妄想，设想这一些状况，常常想一切法唯心想成。哦，常常做这样子的愿，常常做这样的想，功夫够，一定可以。哦，好，继续。最后一句，哦，况有弥陀本愿誓至摄受，其有念佛不生方言？这句话，哦，请参考讲义哦。你看哦，他这边写的抄文啊，课本那个是书文，抄文这边写的上名自利，此名他利。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愿力来加持摄受我们，包括大势至菩萨。你说那观世音菩萨会不会来？会，大势至菩萨都来了，观世音菩萨怎么不会来？现在是主要就是这边在介绍大势至菩萨，所以这边只要写大势至菩萨哦，所以这个是他力哦。那虚幻法师呢，在抄文写得更清楚了，自力分两方面，一个是我们念佛的念力，称念彼佛力，就是念力哦。他说像那个工具繁己啊。那划船的桨啊，或者是帆船的那个帆啊，哦。第二，本有佛性力，就是那个船，我们的佛性本觉。自力这边有两个，哦，他力就是佛的愿力、摄取力、顺风，啊，哦，所以增上缘这三个具足，佛性本来就有，啊，哦。再来有正念的念力，加上佛的愿力，两者呢相应，等于我们往这边划，风真的顺着我们这边吹，那不就速度更快吗？两个力量是相加相乘的，哦，所以三世周缘三个力量具足，那业力就不算什么了，业力那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哦，好，所以问。佛既自来隐隐，何又假多少化佛受手？那个就是《观经》里面讲的啊，有1000化佛，有500化佛啊，就干嘛还要有这一些助手呢？答：显其功恨有浅深故，只是要代表你的功夫有浅有深，化佛越多，代表你功力越好。哦，他就举例说明，善导千念而非千光，少康十生而出十佛，
华严经的离垢床菩萨记云，以佛为境界，专念而不舍，此人得见佛，其数与心等。所以你看续方法师的抄文就讲了三个，因为他们都很有学问，所以呢他们一写啊，以为我们就知道啊，我就假设各位都没有学问，帮各位查出来。阿弥陀经疏沙莲师大师也讲过这个事，所以你看，若持名者，或一念而非一光，或一生而出一佛。讲非光的呢是善导大师二祖。有人问善导大师，念佛得生净土佛，答曰：如汝所念，遂如所愿。哦，于是善导大师就自念阿弥陀佛一生，则有一光从其口出，十生至百生，念一生放一个光，念到百生放百个光，光明百满室。当时候的皇帝听到这件事情，就下令啊，善导大师那个寺庙就叫做光明寺。哦，这个是念佛出光明。少康五祖是净土中的五祖，在乌龙山建净土道场，劝人念佛啊。你说乌龙山在哪里？请你回去查净宗概论，我们一开始上课的净宗概论里面都有介绍哦。劝人念佛，众见师就是少康大师哦，念佛一生口出一佛，念十声出十尊佛，犹若莲珠，临终之日口悬一光数道，幻光啊，从孔中幻光出来，用悬的就在那边转了，幻出光以后还没转，哦，之后才往生，嫣然而逝。这是两位净土中的大师，哦，都表演这一套，啊，我们是做不到了。我们能够表演说呢，啊，看到佛来了，接引我往生，就很了不起了哦。好，再来呢，那个《华严经》那个离垢床啊，是多率宫中记赞品第24品，经文呢就是以佛为境界，专念而不息，此人得见佛，其数与心等。注解，清凉大师的注解在这边，欲见诸佛，应专佛境。专心在佛的境界上，啊，念佛随念随现，这样叫做其数与心等，等就是平等。你一起心动念念佛，佛马上现前，随念随现，所以这叫做其数与心等。另外，又了心境即佛真心，迷则不知，念则变现。对于这个书的解释，抄文又加以解释，随念随现叫心等。从两方面来说，你动了多少念头，就有多少尊佛。如称一口，有一化佛，他就像善导大师这样，动一个念头念佛，就有一尊佛出现。哦，第二个，随念浅深，佛应称之。所以看你的境界到哪里，如同刚刚这个续法法师用了那个五教的佛，你用了小教的心念佛，呈现的就是小教的佛；你用圆教的心念佛，呈现的就是圆教的无障碍无尽的佛。这样叫做随念浅深，应佛应称之。所以见有优劣啊，就看到那个佛有优有劣，啊，有看到的是报身，有看到的是化身，有看到的是无障碍身等等。另外，书文里面的了尽即佛真性，是从观心法门去讲的，即心即佛。所以心迷的时候就看不到佛，心觉悟的时候，啊，动念头就见佛，就现佛。因为你终于了解心即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这一整段都是在解释华严经的那一句啊，其数与心等，此人得见佛，其数与心等。也就是说，佛没有离开我们的心，没有离开我们的念佛心，看相应多少，相应的浅深。
好，所以这个就是续法法师去解释这个弥陀的本愿四智的摄受他力，特别讲的是他力。这时候加上华严经这一段的注解，你就发现他力跟自力其实自他不二。好好，到这里以上这个就是呢这个这三句经文，经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请看回课本第九页最后一段，捷达圆通。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啊，这段经文比较长，好啊，多了几句后，书文说第一句是蝶所问，佛问圆通，就是整个楞严经前面佛有问圆通，然后呢，这个后面的回答，我无选择，都摄六根，这是大势至菩萨的回答，菩萨的回答。哦，那现在呢，他先解释那个圆通，虚佛法师先解释那个圆通啊，包含众妙叫做圆，遍入诸有叫做通，另外又总摄万化不自一语叫做圆，统生一切无有间隔叫做通，从两方面去解释圆通。啊，下面五句，我无选择，度摄六根到思维第一，那个是回答。这是另外一段，他先解释佛问圆通这个啊，请看讲义第三页最后两行啊，第三页最后两行，为什么叫蝶所问？蝶就是重叠，也就是说整部楞严经刚开始在第五卷的时候啊，尔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肉尽大阿罗汉啊，汝等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得成无学，都证得阿罗汉了啊。五经问如最初发心悟十八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佛问这些阿罗汉菩萨说，你们当初是怎么开悟证得圆通的，修什么方便入到那个所楞严上面的，请各位回答回答。所以总共呢有二十五圆通，就是这样来的。虽然佛问的就是十八界，十八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后来又加上七大，所以十八加七二十五，二十五圆通就是这样来的。也就是说，从六根六尘六识七大都可以入圆通。好，后面这个是我帮各位呢，再把它算一算，这二十五位里面有十三位阿罗汉弟子，有十二位菩萨，有一位是乌除彻魔火头金刚。那金刚我要给他算菩萨也可以啦，但是我觉得他身份比较特别，我所以把他列出来，他是七大里面的火大啊，不是很生气的火大啊，他脾气很好的呵呵，哦，他就代表七大里面火大，从火大里面去证得圆通的，所以总共有二十五位。那观世音菩萨是摆在最后，代表最殊胜的，那大势至菩萨代表七大里面的第六，也就是说七大是什么？哪七大？地、水、火、风、空、根、四。有的人嘛把这个根呢写成见，因为经文呢用见比较多，地、水、火、风、空、见、四，他用见根六根里面的见根啊做代表，实际上呢就是根大。大势至菩萨所代表的是根大，要记住。你说为什么？就是下一节我们要去解释无选择会用到哦。好，所以呢我们先到这里，第一堂课先到这里，我们休息十分钟啊，再来进行第二堂课。好，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刚刚呢进行到这个第九页，这个经文，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虚佛法师的书文呢，先解释佛问圆通啊，然后呢是从前面楞严经第五卷开始就问这个问题，那现在大势至菩萨回答啊，那他先这个虚佛法师的书抄呢，先解释这个圆通。所以再看一下这个课本哦，他说呢，圆通怎么解释呢？第一，包含众妙曰圆，遍入诸有曰通。然后呢，第二，总摄万化不自一语曰圆，统生一切无有间隔曰通。所以两种解释。
啊，请参考今天讲义第四页。啊，他说这个两个解释呢，第一个是用包片来解释圆通，也就是说呢，圆是包含众妙，然后呢，通是片入诸有，这样叫做圆通，又可以包含一切。啊，众妙就是一些所有的妙功德，那诸有就是一切众生，哦，所以这种菩萨啊，这样的佛菩萨呢，他可以含有一切功德，然后呢，遍入到一切众生心中，这样用包跟片来解释圆通。第二个呢，啊，统摄万化不思一语这个啊，他说呢，这两个字圆通都是从摄受众生来讲。所以你看那个课本，总摄万化不知一语，就是它可以摄受一切不同根器的众生，不会停留在一边一个角落，啊、哦，然后呢，统括一切众生，啊，没有间隔，啊，时间上面是没有间隔的，空间上面是没有遗漏的，这样叫做圆通，通通是从摄受众生来说。他是只从这两个角度去解释圆通，可是超文再回到讲义第四页，超文呢他就多写了一个，啊，要把华严的那一种十玄门写进来，多门入一，一门融多，一多相融啊，你可以这样看，相融相入，这样叫做圆。再来，如诸悬空应于五色，是用来譬喻那个圆，啊。珠呢就是一颗而已，可是它放在空中的话，它就可以骗到各个地方去，啊、哦，所以这个是圆。然后一入多门，多门容一，叫做通。用一个譬喻，如犬潜流穿于十方，就一个地下犬，但是它可以流到十方去，所以原则上都是一跟多在那边互相融通，那边互相贯穿。去解释圆通，哦，所以原则上他解释圆通就是这三个：一个包片，一个摄受众生，一个呢是一多相即相融，啊、哦。但是呢，根据《楞严经》这边，尤其是根据《楞严经》正脉书，他把它讲得更清楚。也就是说，这二十五圆通章所证得的这个境界，不管是阿罗汉也好，菩萨也好，所证得的圆通境界。去讲这个圆通，可以归纳成两方面，从二妙去证明所证的圆通境界。第一个叫做情界脱缠，六根成互用妙；第二个是气界超越，成纯觉妙。两个妙，哦，前面那个情界脱缠，那个情界就是正报，六根就是众生的六根。所以证得圆通境界的这个菩萨，六根互用，在正报这个六根里面，它可以六根互用，叫做证得圆通。第二个，气界超越成纯觉妙，就不再是正报依报分的这么对立，而是浮尘气世间诸变化相，如汤消冰，应念化成无上知觉。无上知觉是心呢，可是气界超越是物质哎，现在证得圆通以后呢，心跟物质，也就是这个正报跟依报之间不再有隔阂，山河大地气世间的这些浮尘，山河大地都变成自心纯觉之体，所以依报跟正报圆融无碍了。前面是六根圆融无碍互用，六根互用，后面是正报依报全部打通了。所以当有这种境界以后，翻苦作乐便会为真，不是尽而已哦，还珍宝的珍哦，哦，乃至呢大小互融，依多不碍，无所不可，这就是证得圆通境界。代表人物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到最后观世音菩萨讲的三十二应得大自在，十四无畏，四不思议，无作妙德，
啊、哦，这三颗，这个各位可以去看《楞严经》的那一段，那个就是正得圆通境界的菩萨境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正得这一个境界呢，有一个经文，就是《耳根圆通章》这边写的“生灭寂灭，极灭现前，极灭现前”，就是正得圆通境界。所以这个境界是怎样？超越四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哪两种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所以前面讲两种妙，六根互用妙跟依报正报，全部变成是一个正觉，就是一真法界。哦，那种一真的现象。后面这两段二圆明，或二殊胜，十方圆或二殊胜，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禅宗里面讲，跟十方诸佛同一个鼻孔出气。禅宗的用词是这样，楞严经的经文讲写的正是，跟佛一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跟众生也同体。跟佛无缘大慈相同，跟众生同体大悲相同，这个就是正得圆通境界。所以大势至菩萨也是用念佛心啊，他前面讲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最后回答佛的圆通这个问话，他说呢，我无选择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正入圆通境界，我得所楞严三昧，就是用念佛的方法，而且怎么念？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而证得的，证得圆通境界的。所以把圆通解释完，再回到课本。哦，他把圆通解释完，他说接着五句是能达。啊，我无选择都摄六根这个哦，所以他说这五句里面啊，这个我无选择到。得三摩地这四句出本因啊，先因修，也就是说刚开始怎么修的，就是这四句，我无选择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我本来就是这样修，我本因地以念佛心，我怎么念佛的，就是这样念佛的，啊，就是这样念佛的，这样叫做先因修。所以先接下来开始解释无选择。啊、哦，你注意看哦，啊、哦，这句话跟其他的注解不一样哦。一，减非纳虑选根选眼，空生则异；二，不选六根相，啊，就是浮尘根、生意根都不选；外不选六根相，内不择六根性。六根的根性是什么？见闻嗅尝觉知，这样叫做无选择。再来，都摄六根，他的解释：根都摄者，对上意、二意，啊，对外既然不选六根相，对内不择六根性，所以都摄六根，眼不取色，乃至意不缘法尘。眼不取色尘，意不缘法尘，六根不取不缘六尘，而是唯一一精明心，不行六根用故，这样叫做都摄六根。这个实在不好懂，哦，我们先看好懂的，啊，也就是说，对于这句话“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先看今天讲义第五页。印光大师的开示，相信很多人了解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大概都是从印光大师的开示先来。你看印光大师，我特别把它选摘录了一二三个地方，都是呢印光大师回答人家来问问题的，有关这个都摄六根的，这个回答徐福贤女士的这封信，你看，念佛必须摄心，念从心起，身从口出，
皆须字字句句分明了了，又须摄耳谛听，仔细的用耳朵听，字字句句纳于心中，耳根一摄，诸根无外无由外驰，速可速至，一心不乱。大势至所谓度摄六根今天相继得三摩第四位第一者，即此是也。文殊所谓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者，亦即此也，亦即此是也。所以怎么念佛，要摄心。这个念佛的念要从心起，身从口出，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要分明了了，了了分明，而且要用耳朵仔细听，听到心里面去。他说耳根一摄，摄耳谛听，其他诸根就不会往外那边乱跑乱跑。哦，下面回复幻修大师的信。度摄六根者，即是念佛之心专注于佛名号，专注于佛名号，用心专注佛名号，就是摄意根。口须念得清清楚楚，就摄舌根；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摄耳根。此三根摄在佛号，那剩下的三根，眼睛不会乱看。念佛的时候，眼睛要垂帘，放下眼皮，不可睁大。哦，所以眼根一摄受，鼻子也不会乱嗅。鼻根也摄受了，身须恭敬，身根也摄受了，所以这时候六根都摄受而不善，心无妄念，唯佛是念，那个就是净念，然后念念相续，就是净念相继。再来，欲摄妄念，这段是出自在回答修净法师的书信里面，啊，欲摄妄念，第一要心存恭敬。常若身在佛前，也就是我们念佛要想啊，佛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在佛的面前，不敢起别种念想。哎，这个不一样哦。你想想看，如果你念佛的时候，净空法师刚好就在你面前，你在他面前念佛，你敢随便乱动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在你面前，你也不敢乱动啊，不敢起别种念想。第二，要字字句句，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妄想就自己消灭，渐渐消灭。就算默念，也要听。哎，这个话就很特别哈，默念也要听，因为呢，心一起念，其实就有声音，只是那种自己知道的声音，自己的耳朵听自己的心里的声音，仍然是明明了了。楞严经大师菩萨云：“度摄六根，净念相继的三摩第四位第一，注重在听。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心就是意根，口就是舌根。”听就是耳根，心念、口念、耳听，这三根就是意根、舌根、耳根。这三根一摄，眼睛就不会东张西望，鼻子也不会呢闻别的气味，身体也不敢晃逸懈怠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其他三根也就摄受，叫做都摄六根。都摄六根而念，自无污杂妄念，所以叫做净念。净念必须要常常相继不断，所以叫做净念相继。能净念相继，久而久之得念佛三昧。所以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昧的第一妙法。你看印光大师解释这样很简单，很能够懂，可是是不是楞严经的经文的本意呢？真的不是，真的不是。不敢否定印光大师的开示的好处，但是呢，我们只是说明这样子的解释不是楞严经文的本意。我们不是否定印光大师的开示哦，是说跟经文的本意不一致，而是真的要看虚法法师的解释，因为所有楞严经正脉书的解释也这样，都不是像印光大师这样解释。所以这就是刚刚默学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代表七大里面的根大，是这个道理哈。请参考讲义第四页。这个无选择，你对着课本讲哦，啊，对着课本看，虚妄法师跟我们讲无选择呢，就是
不是阿那律陀的眼根，也不是空身，空身是谁？须菩提的意根。哦，所以请看讲义第四页的最后一段。也就是说呢，在楞严经的二十五圆通章里面，六根圆通代表人物是这样子的：阿那律陀尊者代表眼根，观世音菩萨代表耳根，鼻根呢是周利盘陀伽尊者，舌根呢是江梵波提尊者，毗陵伽波罗尊者代表身根，须菩提尊者代表意根。所以他说，第一个不是阿那律陀的眼根，也不是第六个须菩提尊者的意根，在六根里面无选择，所以课本才会写外不选六根相，不用六根，不是叫你用六根，三根很用心练用，不是哦，是六根都不用，这叫做无选择。哦，所以参考讲义第四页最后第三行写得很清楚，现在四智菩萨依七大的根大，不是六根，而是总摄六根。什么意思？这脉书写得很清楚，各摄一根属于六根圆通，要都摄六根才属于七大里面的根大圆通。如果救助就是楞严经的救助，特别强调你还是要用一根下去好好的注意听哦，那还是跟须菩提，他把它尊称为须菩萨，就是须菩提尊者所修的一根，不就相同了吗？用个烂字就是，那不就相同了吗？就没有很明显的分别啦。哦，所以不是选六根，一样这张讲义的第四页的往上无选择那个，你看观衡法师的楞严经四一节，他解释无选择即六根总摄，总摄的摄的意思就是你要摄受六根，不要让六根去留意奔进，不要去攀缘六尘，要让它寂然不动，要让它不动。所以不选择就是让你的六根不要缘六尘而启动。优希传灯大师的圆通书，楞严经圆通书就是传灯大师著的，四智菩萨本依根大已入圆通，所以才会写我无选择都摄六根，是则此门所说甚广，不为片摄六根而六大俱妙。所以前面楞严经的经文才会写，若见闻之性远周遍本不动摇，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君民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乃至于如成不知如来藏中性见圆性见觉明觉经明见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资量如意见根见周法界，听嗅尝触觉知妙得盈然遍周法界，圆满实虚宁有方所。到这里引用这一段经文证明什么？前面在讲根大的时候，楞严经前面在讲根大的时候，六大七大里面第六根大的时候就讲这个哦，所以圆顿行人若能如是知，是则正当念佛之时而根根层层遍周法界，弥陀已现我心之内，我身已居净土之中，未知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可也；即未知一切众生是法界身，入诸佛如来持世中亦可也。等于他并没有特别去解释无选择，而只是呢说这个是代表根大入圆通，是用片摄六根，不是单一一根。但是如果你能够片摄六根这样去修，他说配合前面，你就发现你念佛的时候，你的六根六尘遍周法界，佛现在我心中，我呢也现在佛心中。他特别是强调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但是重点是我们要想了解的是无选择怎么修，他就没有特别写，他只是告诉我们说这是根大，是要遍摄六根，对这一段啊，哦，对这一段，他说当你这一段了解的时候，你六大俱妙，你就能够有那个境界。哦，那实际上他的圆通书别的地方还是有写，哦，但是呢，原则上就是跟续法法师这边强调的一样，第一，六根不圆六尘，不用六根相，外不选六根相，内不择六根性。六根性是什么？见闻嗅尝觉知，所以请参考讲义第五页。六根相就是呢，眼耳鼻舌身，有浮尘根，有圣意根，通通不用。六根性，眼能够见，耳能够闻，鼻能够嗅，所以眼耳鼻舌身意配合根性，就是见闻嗅尝觉知，后面都加个性，见性、闻性、嗅性、尝性、觉性、知性。所以外不选根相，内不择根性，叫做无选择。如果有选择，就跟前面的六根圆通就一样了，就不能叫做都摄六根。无选择才叫做根大圆通。你说你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有很懂哎。眼睛不看，让他眼睛不要缘色尘，以此类推，一根不缘法尘。哦，眼睛能看看到色尘，是因为他有见性；耳根之所以能够听到声音，是因为有闻性。现在你让他眼根不缘色尘，一根不缘法尘，六根不缘六尘，乃至让他的见闻嗅尝觉知也都不要啊，我要怎么修？你马上应该要问这个问题。我会用的也不过就是见闻嗅尝觉知，你叫我不要往外攀缘，不要随着外尘去流转， OK，这个我还可以听得懂。现在我一根圆法尘，我在内心里面用一根圆我的法门，你也不准，因为你说不可以哦，因为六根圆法尘也是属于六根圆通哦。内不用、外不选六根相，内不择六根性，啊，我是要用啥来修行？我用什么东西修行？所以他前面只是告诉你，如果你选择任何一根，你即使强调用六根里面的第六根一根圆法尘，你还是跟须菩提一样。那为什么还要特别把大势至菩萨编的法门另外编一个七大的其中一大呢？所以续发法师后面就把我们点出来了。你看课本，唯一一心明心，不行六根用，唯一一心明心，所以这个就叫做六根都摄。你只能够一心明心，你说那是什么东西啊？请参考讲义，你参考讲义，你看根都摄第五页这个根都摄，执掌书楞严经执掌书告诉我们，一样告诉我们哦。你看阿难利陀选眼，乃至呢须菩提尊者用一根。各有选择，现在大势至菩萨不是哦，所以才叫做无选择。所以都摄六根就是第一，六根不缘六尘，眼不观色，耳不听声。都摄在哪里？摄六合合归一精明，一精明心离于分别，这样念佛叫做净念，常念常净，这样叫做相继，净念相继。好啦，那现在一精明心是什么东西？一精明是什么东西？所楞严经有这一段话，这个就是偈颂：原依一精明，分成六合合，一处成修护，六用皆不成。正脉书解释这段经文：一精明就是真如与无明合合，
也就是楞严经里面的四经名缘，是六经之总体，实际上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楞严经有一个名词叫做陀那系识，所以依着阿赖耶识有六根的作用，六根是能依，所依的就是这一经名阿赖耶识，所以经文才会写原依一经名分成六合合，一处成修护，六用皆不成。成修护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让它起作用，只要从一个地方，虽然有六个地方，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处意思法见闻嗅尝觉知，有这六处，只要一个地方停下来了，六个通通停下来。所以这个就是课本这边写的唯一一经明心不行六根用。你说你这样解释我大概可以，但是怎么样一经明心让它六用皆不行皆不成啊，不行六根用，我还是没懂。重点就在那句话，一处成修护。所以楞严经里面告诉我们，从哪里从哪一处入手，耳根，从耳根入手。如果你能够呢入流妄所，所入即即以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一直到呢觉所觉空，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解开六劫，那个就叫做一处成修护。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照课本这边写的唯一一机明心不会用，你叫我用六根都不行，六根圆六尘都不行，乃至起作用都不行，六根起作用都不行，我真的不会用。但是你又叫我一一机明心，我怎么一一所以再次强调，不依六根，外不选六根相，内不择六根性，是告诉你通通不能着，不能执着。你用它就是一定会执着，你用它不执着就叫做内不择外不择，外不选内不择，外不选六根相，内不择六根性，用而不执着。但是呢怎么样才能够用而不执着，就是耳根圆通章里面的你要能够入流妄所。摇头自然的，摇头有两个意思，第一听不懂，第二没想赢。首先要先解决听不懂，听不懂的人，你只要知道，我们现在凡夫六根圆六尘，一定执着，习惯性的执着，眼见色就执着色，耳听声音就执着声音，乃至呢意根圆法门，执着法，要不执着，要怎么样？知道都是缘起性空。眼见色之所以能见，是因为见性缘具足，它就起作用。起作用的当下，代表见性也是因缘缘起性空。以此类推，一根之法尘，缘具足就能知。虽知还是空性，虽见虽闻还是空性，所以可以。不着尘，就是第一个入流妄所，只注意那个能听能见能闻能知的那个性，这个就是他说的一处成修护的开始。所以请把上礼拜的讲义拿出来，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放到今天来讲啊？放到最后来讲，那请你看上礼拜讲义的第六页，如果手上没有讲义的，我刚刚看
好像门口还有剩，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剩啊。刚开始的时候有剩。好，上礼拜的哦，第六页《阿弥陀经》疏钞这一段，莲池大师给我们开示：能念心外，无有佛为我所念；所念佛外，无有心能念于佛，故为一心急躁难思。若言其有，则能念之心本体自空，所念之佛了不可得。能念是空，所念也是空。你从有来说，他就告诉你都是空，能念所念都是空。若言其无，则能念之心临临不昧，所念之佛历历分明。你说他无，但是呢，有能念的心，有所念的佛。而且一开始就是说，那个念的佛会离开你的心之外吗？能念心外，无有佛为所念；所念佛外，无有心能念于佛。不用说多少，我们刚开始今天第一堂刚开始的时候念佛，如果你会体会这个，请问你一句一句的佛号从哪里来的？你的心中念出来的。所以那个佛有离开能念心之外吗？你正在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问这个时候心在哪里？能念的心在哪里？就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念的佛号当下。所以一开始你就这样就认识了，那个所念的佛没有离开能念的心，那个能念的心也不是离开所念的佛号另外别有，哎，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后面那一段是告诉你说，你说有，你不能执着在有上面，因为能念所念都是空。你说无，你不能说无，因为的的确确看起来好像是有。所以你看《疏钞演义》接着讲，因心起念，你想要念佛，是你起心开始要念佛，起那个念，所以那个佛号就现前，佛境就现前。所念之佛是因能念之心而有，佛境从缘，既然是要缘具足才佛号才出得来，无有自性。佛境就是佛号，是缘起无有自性，空性。能念之心因所念之佛而有，所以这个能念的心也是从缘，也是无有自性，也是空性。能念之心本体之空，所念之佛了不可得。两边都是空性，都不了不可得，但是以心缘尽，从无自性。哦，所以用能念的心缘所念的佛号，两边都是空，所以这种能念所念的有是非有也，强调无自性。能念之心，心心不昧，心心就是呢很清楚，不昏昧。所念之佛历历分明，以性空之处不碍缘身。所以说他了不可得，不是完全虚无的无，只是说他了不可得。所以那个无非无，前面是有非有，后面是无非无。正当本体自空了不可得时，能念是空，所念是了不可得，却又能念临临不昧，所念历历分明。这个就是以有夺无，强调临临不昧，历历分明。哦，所以叫做以有夺无。正当临临不昧，历历分明时，又本体自空了不可得，叫做以无夺有，强调那个空性的无。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两句？要告诉你可以互夺两亡，有无都可以被夺掉，所以有无双命，这叫做双遮中道的中道观啊，双遮两边，双遮两边的中道观。所以你看，有非有，无非无，可以以有夺无，可以以无夺有，两边都可以被夺掉。
但是本体自空了不可得，才可以临临不昧，历历分明，因无成有。因临临不昧，历历分明，所以才能够本体自空了不可得，因有成无，互成两立，这样叫做有无俱存，叫做双照两边的中道观。所以这边就从这边你就可以去体会什么叫做双遮双照的中道念佛。一刚开始就是让默学刚跟你们讲的，你那个佛号是从心而有，但是心是本体自空，它不是自己有实体的。你正在念佛的时候，能念之心也要借着佛号而显，而那个佛号也是缘起性空了不可得，所以能念的心更是了不可得。但是呢，两者都可以很清楚，临临不昧，历历分明。所以他才强调，你正在临临不昧，心心不昧，了了分明的时候，要去体会，都是不可得，都是空性。同时，这样叫做双照。所以默学一直强调的是双照，但是他这边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强调都可以互夺，那就是双遮。两边都不可得，都是空性。你说这个跟刚刚那个，你以为入流妄所是在干嘛？妄所是叫你不要执着，不要执着那个所念的佛号，但不是叫你不要念佛，而是你在念佛当中，你同时观察这个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号，就像这一段这样子，那个叫做入流。我怎么知道我在念佛的？就像上礼拜跟各位提了，你怎么知道没有声音的时候你的闻性还在？你有闻性，一样的，念念相续当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能念的心是阿的时候。是在阿，但是呢，它变成迷的时候，请问，能念阿的心哪里去了？你说后，你在讲什么？你把念出阿弥陀佛分成四个心，第一个心、第二个心、第三个心、第四个心，因为是阿弥陀佛不一样啊。那请问，第二个心升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心不见了，那第一个心是不是我的心？你说是不见了，那第二个不见了，第二个迷的时候心怎么生出来的？前心已灭，能生后心吗？你说没有，一定要灭掉才能生后心。前心灭，后心能生，那就是无因生。你是念念都是无因生，不可能。那你说前心还在，接着生后心。那前心还在，还生后心，那就是第一心跟第二心，前心跟后心是同时在一起。你怎么分它叫做前心后心？啊，对不起哦，因为读中论读习惯了，就会这样分析。有上三论中的就会一直点头，因为他听懂了，常常听这些东西。没听过的时候，你写的恭喜阿辉哦。不过没有关系，你想想看。为什么叫做能念的心是空心？刚刚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这件事情。除了能念的心要借着所念的佛号，它才能够表现得出来，才知道它的存在之外，能念的心是念念生灭相续，怎么不是空心呢？我们学佛这么久了，都知道只要是生灭相续的，都不是实有的。可是，一碰到念佛，能念的心都是有的。你忘记了，只要是生灭相续的，就算你在念佛，那种念佛心也是生灭相续的，也是空心。但既然都是空心，为什么念得出来呢？我想念就可以念得出来呢？因为有根性，
见闻嗅尝觉知六根的根性，根性既然在，所以缘具足，它就会起作用，起相起作用。所以你不断的用双遮双照的中道观去观察你的这个念佛，就是在观察入流妄所，那个妄所的入流，你入的是什么流？法流，真如本性的如来藏性之流。你这样子一直用功下去，解六劫，动劫、静劫、觉根劫、觉劫、空劫、灭劫，我很会背哈、哦，动、静、根、觉、空、灭六劫，解开打劫的劫，打开六劫，你就证入圆通。但是呢，念佛缘，这个念佛法门没讲这么复杂。你看莲池大师的疏钞，哦，看回来上礼拜讲一地六愿，他只告诉你念佛念到一心，下面这一段。正由念佛至于心，则念即而空，无念之念谓之真念。再来，念体本空，念实无念，名真念。生无生，达身体不可得，则生而不生，不生而生，是以念佛心入无生忍。这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如后教起中变，故知终日念佛，我终日念心，自然完生，即然无往。哦，还是看不懂，看演绎。念即而空，是从修行这边去讲，也就是我们刚讲解六劫，解到最后，你就证入圆通。念到极处就空，修边说的。念体本空，那个是从性德这边去说的。能念之心本来就是空，哦。所以是从性那边去说的，所以无念之念，那是终日无念，终日念佛，啊，也就是说强调你能够不执着、不分别的念佛，叫做无念。可是你这种不分别、不执着的念佛，终日这样念，叫做终日念佛。每一天都是用这种无念的念佛方法，但是每一天都很老实的在念佛，这样叫做无念之念，终日无念，终日念佛，用无念的方法去念佛，念时无念，这个是终日念佛，终日无念，在事项上一直都在念佛，但是呢，你每一句念佛都要去体会无念。实无本性，也就是念性本空，对不起，就是念性本空，终日无念，每一天都念佛，但是每一天念佛都，每一个念佛都在体会那个无念，哦，是这样子。所以莲池大师他们是用这样子解释啊，哦，你要知道我当初在景美听老和尚解释这一段，听到头昏眼花，就算有文字给你看哦，老和尚也解释哦，哦，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当初到底有没有听得懂，只知道说终日念佛，终日念佛，一直要念佛，然后呢，念佛里面你要去体会无念，虽然无念你要终日念佛，可是那个无念是什么？不知道，只强调终日念佛，好，哦，然后呢，每天都念佛。乖乖实，老老实实的，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然后其实念都没有念佛，念而无念，哦，我们只体会到那里。那我们怎样叫做什么叫做念时无念？哦，不知呢，哦，今嘛的知啊，在念佛当中要去体会，能念所念都空，都不可得。虽然都空，都不可得。但是还是呢，念念相续，在念佛，所以这样叫做呢，无念之念，念时无念，终日念佛，终日无念，啊，终日无，终日念佛，终日无念，终日无念，终日念佛，这样子，哦，所以，因为你功夫念到极处，念极而空，你才知道说，所有我们这些起心动念都是本来是空，
念体本空，功夫不到，你就悟不到那个本体。又由于念的体本来是空，所以你才能够念到极处，才能够证到那个空。如果本体不空，你念到余年也不会空，没有那一年呐、啊，因为十二生肖没有余啊。所以才说，如果本体不空，怎么念也不会空。正因为念体本空，所以你念佛功夫到极处，你才能够证得那个毕竟空的空体。哦，再来，生即无生也一样，生就是念念生灭，生灭妄心本来是虚妄的，无有实体，所以体不可得。了解的人，悟心之本空，即悟心空，则终日念佛，终日无念，这就是生而不生。念念相续的生灭心嘛，生这种念佛的心是生灭心，但是呢，终日无念，所以还是不生。终日无念，用无念的功夫去念佛，这就是不生而生。哦，本来无生，但是你要升起念佛的心。所以生而不生，生原来不可得；不生而生，不生也不可得。两边都不可得，才是真正的无生。所以这就是《念佛圆通章》讲的以念佛心入无生忍，这个叫做唯一一精明，不行六根用。要怎么样去实际操作，就是这个方法。你在念佛当中知道念体本空，能念的就是本来空，所念的佛号也空，也了不可得。虽然两边能念所念都空，都了不可得。正因为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念念相续，不断的念佛，不断的念佛当中，每一念就去体会能念所念都是空。那为什么还可以念得出来？因为一精明，一精明它自然就有六种根性，就会发挥出来。这边交代到这里，所以下礼拜我们就把最后的经文讲完之后呢，还要把课本的第十页这个净业三思量稍微这样子念过交代一下啊，应该就可以圆满哦。好，今天到这里哦。